大家好，我是大梅。今天我又来赶海了，太热了，感觉都有点喘不过气了。出发！哇，这个大文蛤好大哦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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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感觉不对。这壳也好看，壳也带着。但是我发现这石头呢，石头怎么这么高呢？这个石头长得有特点啊，好光滑啊。不听话拍脑门，穿了给穿进去。走，这是沉睡的白蛤。哎呦，嘴巴闭起来了，看这个鸡翅螺呢。哎呦，这个鸡翅螺是一个壳。你看啊，天太热了，它都吐舌头了。好皮呀、啊、你啊，好皮好皮。走了，跟我回家。这个舌头也出来了，准备剪了。两个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哎呦，这个个头大！我刚刚远处看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个是多宝鱼呢，吓我一跳。这边还有一个大的，啊，这个舌头出来了，直接捡起来。哎呦，看啊，前面有大网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个应该是被。吃掉，你看，这两个吃掉，还可以哦。这个小鱼的话，回家给小鸡或者小鸡剁剁吃，哎，也不错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捡一点，太多了。我们要多捡一些哦，让小鸡吃个饱，小鸡也多吃一些。这些小鱼的话，渔民是肯定是不要了，因为都已经有的，你看看死掉了，还有破掉了。这还是什么鱼？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彪悍，好凶残！啊，这都行！我感觉我裤子已经湿掉了。敢用话讲，有点我亲妈妈嘞！哎呀，这鱼好多哟！你看，其实还很新鲜的，啊，就这样晒死了，好可惜啊！直接捧过来了。小鱼跟小鸡能多吃一顿了，哇，它吃饱饱的，身体都已经僵硬了，对吧？直接捧就行了。还有小的多宝鱼，看到没有？这小的多宝鱼，完了也不知道咱这算不算繁衍啊？你看，这个花带蟹还在卧沙呢，这边还有一个，两个，太小的就不要它了，你把这些小鱼死掉的就带走了。天哪！这啥情况啊？好多呀，这个。哎，这个鱼感觉还活着，这小鱼活着，给它放点。哎天哪！小七回家可开心了。哇！天哪！哇！我感觉我这筐子今天太小了，装不下这些。太多了，全是啊！这样一跑，哇，潮水已经涨上来了，我们要赶紧走了啊！大力水手，大梅，哎呀，啊，一点都不重，走，靴子全上。小琪。估计在睡觉呢，我找个小板儿给他剁不剁。
拿小菜板，等一下。有的鱼好多，你看都已经烂掉了。沙子没洗小区找不到了，大中午都不知道跑哪边野去了啊！哎，说实话，这种网在秀鱼区的话是不应该出现的，比较绝户网。这些小鱼小虾的话，你就飘在上面，能烂的也都烂掉了，挺可惜的。哎，我这算不算繁衍成功了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！喜欢大梅的朋友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